寒冰霸权盖伦，巨型开转，你看这个转的体积，我这个肉度进场应该是死不了，340物防，而且我进去以后会更肉啊啊！什么东西进去以后会变更硬呢？啊啊！进去以后变更肉啊！我跟你讲，不得了了，这盖伦，巨型盖伦，哇！巨型旋风转盖好痒哦，这他妈抓痒哎、欸！没事，逼个闪赚了。推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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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该要不要推上？不要在这边打啦，推上啦，推上啦！哦哦哦哦，好打就打，停停停！巨型电风扇，来咬我啊，笨蛋！你咬我啊，我很肉，我就这么肉，咬我咬我！哎，叮叮叮叮叮，哎，真的好大，哎，我真的好大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大，哎。哎呀，狙击思密达，丹尼好大。野村妹子在看你讲又大又硬。野村妹子在看我打又大又，她听得懂吗？你慢讲，你听得懂吗 ？Can you 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？ 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是啊，大奶奶。You wanna try it？ 啊 ，You wanna try it？ 啊，想要试试看吗？试试看这个盖伦呐、啊，盖伦出寒冰霸权啊。Finally, you win, Stanley. Oh, finally, you win, Stanley. 随机选奖。哎，先不给你们看啊。加鲁班。AP 加文，久违登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AP 加文 ，Woo， 好玩。看起来上白金文了。你喝的是什么？我喝柴油。Pasta， I voted 10,000 哦，你们讲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本人呢、欸，真的是本尊呢、欸。跟你现在168吗？嗯，没有很彻底，168彻底有点难，12吧。空腹12小时啊，不要规定一定要18，一定要18其实蛮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12小时可以。12小时很简单嘛，你睡觉8个小时，你起来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你睡前还可以吃宵夜，那你差，你睡觉起来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就好啦。为什么？杰西在哪？来，走开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抢干嘛，爸爸？哎，抢干嘛？抢干嘛？抢干嘛？你再来啊！你被擦过啊？擦死你！跟你讲啊，有没有被擦过啊？是没被擦过，是不是啊？帮帮，求吸奶，上路求吸奶。哎、欸，我是孤儿、哦，不帮哦，不帮的啦，帮，帮，开枪，扭掉，结束了。其实你不用来，他死定了，这你都要闪，啊，这你都要闪，哎呀，可悲，转手不用狙击，转手为攻，也要认真玩啊。转手为攻，不认真玩，那我就他妈走武术学出去送头就好啦。那是你们想看的吗？你们想看的是我玩搓脚打出一番风采吗？那当然要认真玩啊！不要让这种杰西赢啊！他的杰西跟我的水平是不同的。好痒啊！不买常见的下场，在那边买水滴，擦烂他。哦，这个 QE 真的好难受啊！我看着他觉得蛋疼啊！啊啊啊！不要动气，他的杰西跟我的水平是不同的。我们太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，忘了我们是 AP 加稳了。应该先插到人家不舒服，哎，有助攻了，赚了。我们应该先冷静的。插到别人不舒服再上啊！我们等一下多插他几下，多插他几下。野村喷一万了，I'm sorry, I'm sorry， 你不救 ，I'm so sorry。
鸡蛋傻，什么没有强过啊 ？AP 加文。无情单杀，玩个 AP 加文也是可以单杀人啊，拿下你们玩那些面角还杀不了人，干脆转手为攻吧，干脆一起转手为攻算了。进来了吧，随便砍啊，盖起来随便操啊，这么轻松的 gank， 彼此运用的比特哥强。看，当年我那个加文上单 HKE VS MSE， 你自己去把 VOD 3看一下，我那个加文跟鬼一样啊，我那个左进右出，我以前是main加文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特伟在侧边也是被阿切给插死，现在变成一波团战的爆发，迪特用开始计时开始把血量给拉回来之后，哦，整体伤害超高，一套直接把对方的阿切给灌倒，罗斯也被留住，这里再一个回串搭配他干掉这些伤害，拿到那个双杀，直接把对面打出一波 ACE。好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这个英雄联盟 S1 我就是没加文的。丹利哥安排我弟最近想离婚，不知该如何处理，请问丹利哥有这方面的知识？不知该如何处理，没啊，我怎么会有离婚方面的知识呢？盖起来，没查到，哎，查到了 ，AP 加文横行霸道，离婚的姿势哦，离婚有点麻烦啊，我只能提醒你们不要随便结婚啊，结婚前请三思啊，嫁给我好吗？不要啊，开叉，呼，叉他一下三分之一，哈哈哈哈，好笑。哎，好像插爆他，为什么是这个 AD 一直在上线，然后我一直在全场游走，我是辅助吗？我看着像辅助啊，是吧 ？AP 加很三 ，AP 加很强，还有什么问题 ？AP 加完三一五有什么问题？很强啊！插爆他，插他一下三分之一，有什么问题 ？AP 加完有什么问题吗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中路开，给他开下去了。可是我没技能，我会死啊。直接盖就好了，必赢的直接盖就好了。拜啦，上车吗？上不了车，拜啦。要死啦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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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，不要让这个 AP 加文 carry 好不好？你们真的好烂啊，哎呀，转手围攻都比你们强，什么水平？对哦，不要让我叠出叠到十五层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出叠出，哎，不要逼我出叠出哦。开叉，核弹棋子，核弹棋子。太慢了，啊，叠出了吧？我等一下直接出叠出了。这群对面的水平，我一定可以叠出啊！直接上课，反正我很稳啊，我别乱送头就好了。AD 别送哦，你送头我会不开心哦，我会不开心哦，我会不开心哦。哎 ，OK OK OK。哎呀，什么水平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这是在自嗨吗？这是在自嗨吗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这是在自嗨吗？在哪？稽查一下是否是死黑？太强了！再讲，马后炮真猛，零三零理直气壮，疯起来连自己都搓，实力差不多的都错了，哎，都打野的错了，害你一直死，我很怕，一定是被 counter 了。这高端场跟你无关的局，什么数值？一定不是死宅的问题吧？一定是队友的问题吧？有没？你在反串、啊？有没？玩个 AP 加文，四一十一。玩个 AP 加文也能 C， 哎呀，什么水平啊！不要让我转手为攻，随机选角的时候，那个分数还一直变高，好不好啊？
真的啊，不要啊！随机选角 ，random jammy， 哎，维克特，维克特，蛋蛋蛋蛋蛋蛋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太歪了吧？啊好烂！啊，站仔的水平，哎，好烂，应该不会想要一百零我吧？放个 W 加 R， 他应该不能一百零我吧？别闹、哦，你不要闹、哦，你不要一百零我、哦。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哦！卖游戏奶！哎，要爆啦！要爆啦！救我！去啦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！送分！哎，丹尼好大，真的好大！哎，我真的好大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大。擦烂他，我们等一下多擦他几下，多擦他几下。应该先擦到人家不舒服，擦他一下三分之一。这是在自嗨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哦！ダネネダネネシアダネネ。